好的，好的。我们来到了，来到第二轮，来到第二轮。这场是由 Res 对上的是 Utility Pizza， Pizza 地图一样是来到了 Tropical， 首先到了地图右上角，右上角一点钟方向红色的 Downside Gaming 的 Rex， 地图的左下角蓝色的人类选手，这是 Pizza， 一样是个波山。一样是个波山，赢的人呢就可以跟 GoGo 就椅，对不对？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对决。刚刚披萨这边是2-1啊，击败了拉拉熊，非常的有实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人类选手的明日之星，好不好？拯救太刚号的人类就靠你了，就靠你了。奶叔赚了50，干嘛？奶叔前4了、哦。你这样子讲，我还不知道我决定去看一下。怎么样？奶叔这么厉害的吗？今天这一周是131哦，我真的奶叔拿了前4奶叔怎么那么强？什么？奶叔在输谷米吼？他不是要展现自己强大的人神打人的那一面吗？我靠，孤米猴还3-0嘎姐，哇哦，还2-0收了，哇哦，这变成孤米嘎的，太令我惊讶了。所以有人看早上的比赛内容吗？孤米嘎的，真的孤米嘎的了吗？好强哎！好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输了就算了。这边好像有点实力。好，这边上来甩一下狗。Race 这边操作还算细腻哦，一条狗都没有死，这边只出了4条狗，然后还顺利的把这个3矿给开了出来，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面这边跳台跳上去，是不是要尾刀狗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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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一个死神的开矿，然后等一下看这个 VS 后面的选择是怎么样。瑞士树山后面开始提狗树，目前来说也都没有任何问题。第一只王总停在这边。TSO 晋级又可以赚钱，晋级到32强好像是，好像是多少钱？我看一下，32强的话，你有100美金，100美金，好赚哦，100美金 ，nice， 请客 ，nice， 好像还欠我一顿烧肉虽然我最近好像没有特别想吃，先欠着。奶叔打一打孤米吼就输了啊？什么东西？你是不是说反了？你说那是怎样？好，瑞士上面有稍微侦查，看到对面在补兵营挂反应炉，所以可以很明确知道对面是一个生化科技的走向。前面二郎好像没有出很多，只出了4台。然后还出围巾，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打法，就出来先视野，然后杀2只王虫哦，对，杀2只王虫，
出完四台二郎之后就直接要来转生化了，这个转也是很快啊。那四台二郎其实在压制，压制里来说就在前面不会那么的大。奇怪，对面这个好，另外一个 OB 是跟着我，是不是？我就不想带 OB 咩？本进来降下来打工兵，太坏了，太坏了！这边看瑞士二本已经升好了，这边出了几只蟑螂，出了三只，然后提升蟑螂移动速，看起来瑞士要打一个将近200人口的蟑螂一波吗？60只工兵，因为在升远程的一攻，然后又开始提蟑螂的移动速度。哦，哎，他是觉得对面是要两矿，一二三四啊，因为他觉得对面要两矿一波了。我看到了，哎，他刚刚上来侦查的时候，发现对面基本上没有三基地嘛，然后兵有在盖。OK， 所以出蟑螂来做防守。上次瑞斯为我们科普一下，他说面对到这个人类的两矿一波，出蟑螂就是闭着眼睛守，闭着眼睛守。哎，但是这张地图有一些白色点位哈，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你看这个火闸，这个坦克就没了。好的。他都在跟我要求劳保，我不管啊，哼，直接贴上去。这边有点，哎呦，有点小危险。阿克斯想要把那个坦克给砸烂了。哦，那这边蟑螂很多，但是也要在这个窄口上面打吗？直接挤上去，没有吧？这个枪兵打不赢的吧？这个枪兵打不赢的，你不要发疯啦！真的是闭着眼睛守，闭着眼睛守，你还不起来，你还不再走，你不再走人就没了呢。好，现在瑞斯可以看要补工兵，还是可以反推一波，其实都可以啊。但现在人类的三观还没有开出来，所以要反对其实也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主要是张地图有一个大斜坡，挤上去可能会让你的战损变得有点难看。但是瑞斯这边还是想要想办法可以吃一点，主要是刚刚披萨送兵送的有点太多了，枪兵几乎是死光。这边瑞斯来看一下细节，看一下，哎，三矿这里没有，那这里也没有，好，那对面没三矿，了解。一攻一防好了，那么这边就是在下面等你，要炸也是可以啦，就等你出来开三矿 ，Riz 就不用急，后面科技开始攀，开始提科技，我靠，刚好这边家里面有一船兵，这边可能有点头痛，啊，工兵不能死，工兵不能死，工兵要是死了就很尴尬了，再走，这边要不要放个 BA？没有丢两船出去，瑞斯现在就是四矿赶快开开，重台铺出去，然后科技攀起来，这一船要爆炸了。OK， 解决掉。两船出去，但是全部都在重台上面啊，所以这边可以非常快速的掌握到对方的动向，再起来往后走。但人类陷入到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瑞斯刚刚这个路灯也是看到人类三矿开起来了，开起来，等一下还可以打一个二攻二防的超级大量200人口的蟑螂的压制哦，那一波也是非常的强大，哎，或是升本一好出点飞嘛，对 ，A 过去人类就差不多要死翘翘了。我们不到70几只，四矿开始营运，重胎铺过了半场，很舒服啊。
现在人就是想尽办法把兵抽成双线吧，然后尽量限制一下重开，然后看看能不能打点节奏。主要是对面出这个蟑螂，你也只能就是以多线然后提节奏为主的一个打法，看看能不能赚到一点东西回来。因为你现在跟他拼正面是绝对拼不赢的，你看虫族的攻防超级快，比人类的二攻防还要快哦。所以你想要push这边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但是瑞士这边很聪明啊，他就是把兵分成两边，对不对？我左边守住两船，我右边也守住两船，该怎么办？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死亡的倒数计时，因为飞马已经在造了，他一出来，然后吸吸能量，他就可以 go ahead， 就可以往前走。两船还在手重胎，那狗可以来做防守，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了 ，Rex 差不多可以出发了。现在是被这一船弄得有点烦，但其实干扰的也还算很有限了。解放者来，但是有解那个火蟑螂，解决的还算快。起波上好，其实人类都没有打到虫族太多东西啊。瑞斯这一波不推吗？要等雷兽吗？其实我觉得这波大可以试试看。哦，但是掠夺者可能有点多。好，要等雷兽，稳中求稳。稳中求稳，升三防，然后几进化甲壳，给对面致命一击。好，好，可以，很稳，太稳了。我连这个干扰虫的闭源体现都升了，对面也是需要200人口。嗯，我觉得刚刚的确是有本钱就可以跟那边换一下，而且我瑞士工兵好像没有到特别的多，70只而已，稍嫌不足，稍嫌不足，大概有1800块的存款。这边应该要来 push 了吧？但飞蟒的哦，飞蟒来了，好。这个窄口不要从这里，我们换一边，我们从这里好了，对不对？这里不错吧？还有个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哎，飞蟒这样走可以吗？100物200物，好 ，A 了上去，下面也 A 了一波，这是一个虫族的包夹。飞蟒这边还丢了寄生炸弹，冲的有点哩哩啦啦的，奇怪，我怎么觉得瑞士部队不够多啊？有一批蟑螂在这里哦，没关系，这只是因为三房还没有好的缘故。对，人类中间还要推一波出来，很难有那么简单。冲了上去，瓦解这个正面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A 上去，坦克都还没有好，双子敌砸下去，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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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好，砸了很多，然后另外一边空投也解决了。现在瑞斯唯一的隐忧，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工兵数太少啦，矿区有啊，但是没工兵啊，至少还要再多补个一两圈吧。有压十只工兵，好，有，当真太穷了。瑞斯应该可以再把握机会再压压看哦。来拆掉，其实他刚刚 A 的那几波人类部队都很少的，但瑞斯就是 A 了一半，他可能觉得再 A 下去自己战损可能会有点太难看，但没关系，现在还是一个军刀非常有钱，我觉得可能要先把这个矿给换掉。现在人类其实矿区有点多，这边是他第五矿，我觉得不要让这个人类开五矿了。
阻止这个人类开武矿。这边要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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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w， 但是鬼子数量其实不太够哦。也就贴上来，这个经济没有变成行星要塞哦，所以有跟没有一样，它就是个花瓶。我觉得可以继续 A 啊，怎么 A 又不 A 了？啊，五矿打掉了吗？五矿没打掉，怪怪的哦，是不是有一点怪怪的？就应该全力的把这个五矿给 A 了吧。然后飞马应该持续在造，变更多的狗毒爆，但是因为近战二攻还没有好，所以这个毒爆威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等下人类三攻三防好了，如果披萨再撑住一波，然后把幽灵特务的数量给补起来，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很妙？但是这边鬼子好像送掉了吗？没有，这毒爆很多，毒爆真的很多，毒爆太多了。鬼子上船，鬼子没死，这是坦克没架。哦，不行不行，其实我觉得冲出的战损好像看起来更差一点哦。五矿没掉，五矿没掉，人类五矿没掉哦，是不是要撑过去了？人类三攻又好了，三攻三防。刚刚要是这边是个行星要塞，看起来多美好。对，披萨这边被打了80工兵，但他这边还有75只工兵啊。阿康的那一波战损一样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状况，但是披萨这边走的有点太冒险了，一小波部队就直接出来裸奔，有点太冒险了，部队不够啊。披萨兵营数量是不是不太？哎呦呦呦，八个兵营，那产能怎么好像产不出来？怎么卡住的感觉？枪兵没有按到底啊。四个幽灵特务再出，我觉得会混一些掠夺者，再混多一点。披萨，你没有在按兵啊？快把兵按起来！坦克是有持续的一直在按的，你看他这一坨生化就这么那么一点点。一把雾直接被坦克给雾了。胖子扛了很多毒爆的伤害，但是旁边还有一大批的毒爆跟上来了。这边是不是要往上缩？往上缩。这毒爆还在滚，毒爆还在滚，散不开。好像还是扛住了吗？好像还是扛住了哦。哇，雷射被 build 掉了，但是后面还是死太多东西了。主要是披萨兵一直蓄不起来啊。如果刚刚换了这两波，然后披萨能够快速的把他的兵给重新蓄出来的情况的话，我觉得瑞子搞不好真的越冲再冲就把自己给冲输了，因为。瑞子其实在只有刚刚最后一波好像把左上角矿区的工兵给炸了，不然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去限制人类的矿区的采集。老实讲，我觉得好像有点惊险，赢的好像有点小危险，没有到危险啦，就是怪怪的。有人说现在比赛都是新图吗？对，都是新图，但是天梯死都不换，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有很 OK 的 OB 可以跟了，好不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张地图，是来到了 Cosmic。
地图的右下角是 Rex， 左上角呢这是我们的披萨，披萨刚刚很可惜啊。零杠一，目前是由 Rex 来做领先啊。作弊没有显示其实农死几只吗？有吧，有死啊，不是有死啊，有死了就有显示啊，有吧，就有刚有，嗯，好的，前面的开局看一下，这边一样是个单兵，然后瑞士很快速的裸双了。裸双，我来看一下其他的场次现在状况怎么样。哇，你看 ，Nice 已经，哎，我会忘记切画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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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右下角是 Race， 然后左上角是披萨。那你看 ，Nice 又赢了，无敌的 Nice， 二杠零，已经在 Semi Final 在等了。这就是无敌的奶酥吗？还有屌虐他的对手啊！真不愧是奶酥。然后败部的部分 ，Nothing 是直接击败了 Nark， 然后 Bistoke 打拉拉熊，拉拉熊好像弃权，哎，死神死神，嗯，所以我们这场结束之后，应该说这个波三结束之后，就是要来看。这边谁赢打 Coco 就赢，打完再上去看打 Nice， 对，跟 Nice 打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败部，然后一路看到最后一场。嗯，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我有发现，我有发现。好 ，Eternity 这一场是非常快速的把三 GG 给开下去，有一个速三的开局，超早期的三矿，然后前面出二郎，二郎跟维京。就要来射气球了，这工兵，哎呀，成功的变形逃过了一劫。没有错，你的171倍又更进了一步，你说的对。没有错。好，前面持续压这一场，披萨这里中间是加了一只解放者的骚扰，这上局不太，野上局是打一个像两矿的一波啦，两矿的 push， 但是基本上完全没有打到重组任何东西，因为主要是 Riz 刚刚在有做第二次侦查，有发现这个意图，所以很早的就把。蟑螂繁殖场给放了下去，然后开始抱蟑螂去做一堆哦。啊，这边披萨就是选择改变了一下，变成比较营运的。
哦，拉拉熊去打球了。哦，这资格赛只取一，嗯，对，没错，你说的对，只取一个。其实我觉得取一个已经不错了，然后以往的 TSO 是没有这种区域的资格赛了，还送你一个名额。 对，给台港奥赛区一点尊重，对不对？<笑>好歹我们乃叔也是具有竞争力的，对不对？曾经2-0弱个，哎，这是个双线哦，杀5只工兵哦，哎，这个杀了其实可以哦，很赚哦，这个解放者杀7个哦，可以啊，这个解放者操作，这场披萨有赚头，有赚头，有赚头。 我一定要不要绕一下来这边杀只王虫，感觉不是也蛮好的，差8个。然后主要是因为自己人类也是速3嘛，所以经济也是到很好，因为四矿四基地也是非常快速的放下去，要跟瑞士来进行一个长期抗战了。哎，把虫子烧掉，哇哦，这场披萨大有可为。 哎，我刚讲完，还真的拉一只围巾过来射这个气球，哎，太赞了，太赞了！啊，这个气球好像射不掉，因为妈妈来了。啊，差一下，哎，差一下，好可惜啊！这边已经有毕业了，你忘记了？健忘的人类，太健忘了！里面下了赤蛇兽穴。 主要是等一下跳3本来遁地兽吧。人类一共预防好了，这是个台命，这是个台命。看一下瑞兹变了几个毒爆虫，只有9个，危险哦！来冲这边吗？这边不是很好冲，用后冲来吸收坦克的炮火。毒爆可能不要上去比较好，先换一些坦克。我觉得披萨这边退的有点太快了，应该枪兵稍微换一点东西去。 保护一下坦克，虽然那个坦克应该还是会掉啦，至少可以换掉更多的兵了。哦，瑞士这批要直接想办法去穿哦，穿上去了，穿上去，算是穿得到东西吗？喂，变成送兵了，瑞士送兵了，想说去穿，就好像没穿到。然后人类这边四矿要开出来，怎么好像大事不妙矣？ 人类这样人口领先，然后现在3本还在提而已，是不是可以发起一波进攻呢？瑞士这边打得很聪明，那边直接把大量的狗这个毒包全部都溜了出去。这边好像可以用那个地形的关系，直接把坦克架在这个恶心的位置。 瑞士这一波全部被披萨看在眼里，因为这样被插了感应塔，当然狗直接溜了进来，还接了后援，咬掉一台坦克。但是如果这一些狗没有把这些工兵全部杀光光的话，那也只是变相的在送狗而已哦。只杀了5个，拖一点节奏。嗯，拖一点节奏。 在这边有赤蛇的情况底下，这边可能要看披萨的坦克数量到底够不够。中间交汇，中间交汇，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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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赚了一只赤蛇。人类等下二攻二防一好，这个 timing 的 push 有点强悍呐、啊。披萨应该用个路灯把那个瞭望塔给站起来。啊，他没有做。 压力可能有点大哦，但是披萨这边可能不要太急哦，因为坦克还没架起来哦，而且坦克怎么只有一台啊？哎，这鬼雷不要炸哎，自己把自己全家炸了，没事没事，后面的遛狗都没有打到太多的东西哦。披萨需要更多坦克，如果你只有这一波枪兵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披萨就200人口了。 二攻防即将升级完成，但是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这波枪兵如果要冲这个阵的话，他要散得非常之精妙、之美丽、之高超。
因为这边毒宝很多啊，这边毒宝的二攻也要好了。你没有更多的工程坦克了吗？你需要下这个位置不错吧？架过来，架过来，然后鬼雷埋着。不要不要，你只用这些枪兵，他不管你的，重组二攻防也好了。瑞士想要包夹。包了上去，披萨第一时间把兵往后拉，哇！一发鬼雷炸，好大一发！枪兵慢慢往后退，这一波虫族其实是不能接受的哦，战锤太难看了，毒物好像没有成功的放到多少，然后毒爆全部都被这个坦克给轰烂。枪兵直接往前，这时候披萨就是要直接用兵切成一条直线，坦克收起来往前架，坦克收起来往前架，就是这一波了。披萨你爆钱了，披萨你爆钱了，快按兵快按兵，哎，不要再那么保守，这边就已经没有矿了吼。哎，接剩下直线，现在是披萨回合 ，Your turn， 邀请的有点没有能量，但没有关系，不是啊，你这东西架在后面了吧？他现在好像不知道自己大概有多大的一个状态上的优势，所以打的。要保守一点，不是，现在就是要往前压哦，往前压就对了、哦。一把雾，香槟往后走，香槟哇，又一发大的 ，Oh my gosh， 又一发大的，啊，毒包全部都炸没了。好了 ，F 二 A， 跟你讲，现在就是 F 二 A 了，你知道吗 ？F 二 A 上去，这个鬼雷要把自己害死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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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杀工兵，杀工兵，打矿区！我求你，坦克赶快往前架，好不好？求你啊，求你啊！枪兵要死光光啦！好、哦，赤蛇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科技的啊，赤蛇没有移动速度啊，有移动速度。抱歉，赤蛇什么科技都有，只是离开虫胎看起来有点尴尬而已。这鬼雷感觉要炸，再炸出来哦，把后虫给砸没了。现在披萨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优到不能再优了。现在就只是把他的兵给蓄起来 ，F 二 A， 好 ，F 二 A 就是 F 二 A 的事情而已。他只需要 F 二 A， 比赛就结束了。好了，人类三攻三防也好了，在 A 的同时，其实披萨也完全没有让自己家里面的科技停摆哦。好，兵散的也不错，散的很开。看起来要直接把这一局给带走了，瑞斯的四矿直接被点掉，这边散把那个有寄生炸弹的医疗艇给翻开，做的也很不错。金华是点掉，重组三矿上没有办法好，后面这边散的有点差强人意，但是没有关系哦，主要是自己的数量够多，部队够多，对，174人口打94人口。将近90人口的领先，对面攻防全部都被打掉的情况底下 ，Riz 打出了 GG 1-1啊！披萨这一局做了几乎到完美啊，包含前期的一个解放者的骚扰，足足是为他赚了80工兵，然后因为前期是犯快速三基地的营运，所以自己的经济一直都是很好的，中期的推进。虽然看起来真的是蛮保守的，但还是稳稳的，有去吃到对面的兵，然后在防对面冲阵的情况底下，兵也都是拉散的，拉得非常的有水准，让鬼雷是把对面的毒包直接给炸烂了。这局是拿得漂亮。海爪真是一个好单位，想输就出刺蛇。怎么感觉人口明明不少，但是看不太到兵，兵都还在兵营里面。嗯，好，先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张地图是来到了 Data C 地图的右上角，这边也是红色的种族是什么 ？Rex。地图的左下角蓝色的呢，则是 Eternity。一比一，决胜关键。界面有更新过吗？感觉画质变好了。没有没有，一直都是这样。你会觉得画质变好了，是应该是我直接进来 OB 吧？直接进来电脑 OB 肯定是比看讯号画面还要清楚很多，因为就不用再过一次画质压缩。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清楚。来看看披萨这一场有没有办法维持他上一场的好表现。打得不错啊。好，前面兵营盖完，有特别拉一支工兵出去侦查哦。侦查一下。瑞士工兵不是瑞士工兵，瑞士王虫，也是稍微看了一下，然后等一下可以躲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就看披萨这一局要选一样是一个速三开的流程，还是要打一个双框的骚扰，然后再来开这个三框。人打虫其实前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强行破案没有错啊！这边披萨真的觉得上一局这样子感觉还不错、哦，所以一样速三开，嘿，非常快速的把这个三 TD 都给放下去了。强烈要求幼虫能够变成盾体兽，太强了啦！我想幼虫能够变成盾体兽，哭的不是人类，是神族好吗？哈哈。神族直接眼泪滴下来。好，这边确实掌握一下三框的进度。哦，瑞这边直接把蟑螂坟场给放下去了。这一场打算走大量蟑螂。Oh my gosh！ 刚刚请问是一个高端操作吗？用自己的死神来当肉盾，然后把这个虫药流给烧了。这就是披萨吗？这就是无敌的披萨？再烧一个 ？Oh gosh！ 哇！但是瑞斯这边要生气喽！你这样子，瑞斯要气噗噗喽！你是压十只蟑螂喽，三十九只工兵停住喽，他来制裁你喽。好，开始爆狗，这边等一下要轮到，人类这边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局面了，但是他现在还浑然不知啊。哇，这边杀一只后虫 ，Oh my god！ 哇，前面的这个还可以杀到一只后虫，看到蟑螂了，看到蟑螂了，什么都懂了。快回家，快回家，家里要出事了，赶快盖建筑学。碉堡一个不够啊，你能不能再盖一个啊？坦克要出来了吗？坦克这边还在挂箭啊。哦天啊，危险了，没有女妖。
只有枪兵，碉堡还没好，拖点时间，拖点时间 ，please， 拖点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碉堡最好不要放这个门口，太难守了。完了，好了，结束了。打上去，这边枪兵有打针，但是蟑螂打这个很痛啊！当然打枪兵，然后又打工兵，这边都很痛的、啊，死了21只工兵了。这边上来再杀，枪兵已经寥寥无几，坦克这边还在建造，这边披萨只能够大输了，巨巨。战况都还来不及飘出去，隐喻瑞斯这一个非常快速的蟑螂狗一波就直接送对面下去败部了。哎呀，可惜啦！不然如果强制过渡到中期的话，看起来披萨还真的是有一战的本钱。只能说披萨这边完全没有料到对面会这么快速的来打这个蟑螂的一个 rush。下面下碉堡也来不及了，因为他看到蟑螂走出门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后面出来的蟑螂了，他不是看到前面走出去的蟑螂，所以已经有一半蟑螂快要到他家门口了。所以你在斜坡的边边放那个碉堡，基本上已经是完全不可能好，而且一个碉堡其实也完全不够，需要坦克啊。但是因为前面为了把病人挂件给挂好，所以那个 VF 的挂件是很慢很慢才挂上去。很慢很慢挂上去的情况导致他在被 A 的同时一台坦克都没有。就爆炸了咧。爆炸了。好可惜耶、欸。好可惜耶、欸。好的。